变到妈妈谢怡君带来珍贵的歌曲《爱不丢郎》。穿起了手灯，注定爱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行会完？爱若是不情愿，人缘有分几个一人？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的三冬五冬。敢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，看阮的感情。谢谢谢怡君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进行老师的讲评。我很想知道，这个严小姐在唱歌的时候，志平老师为什么笑这么开心？是你的菜吗？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呢，怎么讲？因为很少看到唱歌是这个样子。其实这个歌呢，是当然不能说是很就是比较老的歌，可是它也算是有一点新，就是说它是有点 R&B 的感觉。可是呢，会有人把 R&B 唱的有一点像是原住民的歌曲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是你其实你有很好的音准，很好的音色啊，你这歌里面有很多半音，你那个半音完全是很准的。下次啊，然后你唱歌的表情是非常老派的，非常老派，可是呢会混合你唱到你高音其实很稳，你的半音很稳，好，这样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在里面。基本上呢，你是很有唱功的人，你只要把那个节奏感练好呢，我相信会给你加分很多的。谢谢老师。那我觉得今天谢怡君呢，其实我非常喜欢你今天的表现，真的是让我们这样听来听去，到最后还是发现你唱这类的歌其实是最擅长，其实就是最能感动人。OK， 我觉得你副歌唱的其实非常的好听，而且你今天整个的 feeling， 你的 pitch，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Yeah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。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要从第二组严九汝小姐的分数看起，请下。12.4，谢谢。28.4，28.5。接下来看便当妈妈谢怡君的分数，请下。加油！加油！谢怡君目前的积分微幅落后。他能在这场关键战役中扳回一城吗？弃管者天籁美声评审赞叹 Super Idol。 第二组严九汝小姐的分数看起，请下。12.4，
两位八点四，两位八点五。接下来看便当妈妈谢怡君的分数，请下。加油！加油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耶！谢谢。43.6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嗨，你会不会？嗨，教他怎么嗨了，快点。他就一直，你看分数这么好都没有那么嗨，再做一次给他看。啊，是我吗？对，这种表情老师就愿意给你高分，再一次42.6。我可是我是倒吸进去，拍谁拍谁。哎，爱出来。爱绑船，爱绑船。再一次42.6。我就是没办法。不要再逼我。对，回家找老公练习一下。恭喜谢怡君获胜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分数已经出来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是目前看起来我还有一点点信心。可是三场的加总起来，我们目前大家都还不知道，所以可能就是要下才会公布。那我的心情非常的紧张。希望我可以唱台语挺进总决赛。加油！